宝宝，你回来了。时间是甜蜜的情侣。宝宝，你累不累啊？注定了伤悲，前世轮回。宝宝，昨天晚上我打电话给你，是个女的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内心自烧成灰。他说你们两个在一起了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你别太过分了。过分？我怎么过分了？修行千万个轮回，只为换来一世。这穿的都是些什么啊？长得又老又丑，我都不好意思带你出门，你知道吗？丢人。看在我们两个结婚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还是跟那个女的一刀两断吧。断？你说断就能断？怎么断？啊？你太过分了！妈，臭娘，滚！走了，最好别回来。亲爱的，久等了吧？你怎么才来啊？我们等了好久了。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哟，都替我准备好了。不是，我签。哎呀。No。滚吧你！潇潇，你等一下啊，饭马上就好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现在怎么连个饭都做不好了？哎，潇潇，咱们也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吧？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多少你也帮我分担点家务啊？我帮你分担家务？我嫁过来是帮你分担家务的吗？我是过来享福的，好吗？再说了，我又不会做。你可别忘了，当初是你抛弃你妻子来勾引的我。你别在我跟前晃了，你赶紧去把我衣服洗了，还有鞋。衣服你要记得用手洗，我那衣服可贵着呢。顺便再把我的包包拿去保养一下。你在这干嘛？还不赶紧去呀？赶紧去！好啊，
我在那累得要死要活的，你居然一个人拿着玩手机。你居然背着我勾引男人。你管得着吗？当初可是你苦苦哀求我嫁给你的，现在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当初真是瞎了眼了，会看上你这样的女人，像我前妻那样。我这辈子就算不娶，我也不会要你，咱俩离婚。离婚？你要想好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跟我离婚了，你这辈子都找不到像我这样的女人。滚！从这家里面给我滚出去！行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滚！让开！我妻子离婚了，她背着我勾引男人，被我赶出去了。要不，咱们复婚吧？复婚？